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很多人都憧憬爱情，爱呢也是一种被歌颂的高贵的情操，人家因为有爱而充满了欣欣向荣的生机。但是不久之前，国内却因为爱情产生了好几起的悲剧。那么爱是不是也是一种苦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啊，爱是不是也是一种苦呢？爱可以分成呢，自私的爱和奉献的爱啊。那奉献的爱就是慈悲，那不会苦，那是一种，应该说一种快乐吧，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那是不是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所谓大爱？大爱可以怎么讲呢？哈，大爱是现在人的讲法，但是呢。自私的爱就是占有的爱，一般人所讲的爱情的爱啊，在爱情之中也有非常可贵的，爱情也不一定完全是自私的，但是呢，多半是自私的，多半是你希望占有我，我希望占有你，那彼此互相的占有，在这占有的过程之中啊，只要产生了不满于自己的意，就转为啊恨。那因此呢，就是爱恨交加，是往往啊恩怨难分。这个原因就是呢，爱的时候好像是无条件在奉献，其实呢，他奉献的时候是有目的，希望啊争取到对方的全部感情。那么因此呢，如果在感情之中有一点点差错。那就产生了就是抗拒或者是不满或者是怨愤或者是怀疑，最容易产生的就是妒忌，一般的人讲叫吃醋。是。那么这种情形发生以后呢，就会啊产生了这个你争我夺，特别是有了第三者这个参与之后啊，那就是问题可大了。是，师父，我们听过一句古话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哈，为什么这种情绪的变化会这么激烈？这种爱，师父刚刚也说爱恨交加，为什么由爱转恨会变成这么激烈的一种感情？那个原因就是说，爱是希望夺取、争取、占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目的。如果受到阻碍了，达不成自己的目的了，那就是不要说是玉石俱焚，根本就是希望啊毁掉你，就是我得不到的天下人也希望不要得到他。那至于自己已经这个时候已经想不到自己会怎么样，就是说毁掉了你再说，反正是我要得到你，结果得不到你，那我就毁掉你。那这个就是啊由爱啊转为恨，因为最初这个爱的这个成分，爱的目的本身就是自私的，所以男女之间的爱要想完全没有自私，这不可能啊。是，就是说如果说是没有第三者加入的话，那彼此互相的需求，那这个互相的需求、互相的追求，那互相啊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是追求付出而这最后看到是空的，落空了，那它就变成恨，恨的时候就产生了就是所谓悲剧就出现了。是。那么师父，常常也有两个名词哈，是大家弄不清楚的，譬如说爱情跟迷恋，爱跟迷恋之间，是不是师父能够跟我们做一点分析，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我不是爱情专家，作为爱情，如果说是啊，真正的爱情，往往就是啊，非常这个平顺的，非常温和的，也可以说，不是仅仅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说相敬如宾，那这个宾是宾客的宾相敬如宾，宾客的宾啊。那
这个就是真正的爱情。一个是对对方的尊敬，对对方对方的关怀，对互相的关怀与尊敬，这个就是变成了一种啊，爱情啊。嗯。这个爱情是纯爱情，非常好的爱情。如果迷恋就不一样了。嗯。迷恋的时候呢，就是盲目的。一个是可能是为了情欲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追求，他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一般的人说啊，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那就是迷恋了。是。那对对方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就是盲目的追求，盲目的就是爱他，是，就为了爱而爱，没有其他的原因。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沉迷在自己的这个幻想之中，是常常把一个自己要爱的对象啊，把他这个梦想化，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个人，是而是给他呢想象成为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这一个女孩子是最好的一个女孩子，可以想象到这个程度，这叫迷恋了。迷恋的结果，这个梦会醒的。当梦醒的时候，往往就是变成了，有人这样子讲了，这谈恋爱的时候啊，是彼此是盲目的。结婚以后，这个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才能够发现到彼此的缺点，彼此的问题在哪里啊？因为是彼此一个，会掩饰。隐藏是另外一个呢，美化。对，在恋爱中的男女，怎么样才把爱变为正面的力量，不会变成负面的力量？我刚才讲过了，这是为了找一个夫妻，就是找一个丈夫，找一个太太，而不是做梦。能够啊，尊敬对方，能够原谅对方，接受对方的呀，这个缺点。能够包容啊对方的缺点，尊重学习对方的优点，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彼此之间呢会相处得很好，这个是真正的爱情。否则的话危险。谢谢师父开示。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我们知道真正的爱是关怀对方，尊敬对方，包容对方，向对方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真正的爱，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跟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